这些不寻常的生物有一些生物上的怪癖，例如他们能通过每只手臂顶端的微小眼点看到东西，这可能并不奇怪，但他们的饮食习惯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怪异。如果我告诉你海星是食肉动物，你相信吗？而且还是超凶狠的食肉动物。为了吃一贝或蛤蜊，海星会将贝壳略微撬开，将粘稠的酸性味从身体里吐出来，抓住猎物，把猎物溶解掉再吸食进去，然后将胃滑回自己的身体里。海星吃东西很慢，有时候需要消化几个小时甚至几天，给猎物一个亲密的拥抱，再慢慢的把你消化。这种奇怪的进食方式有没有吓到你呢？感觉被海星抓住的猎物太可怜了。